迎来到小恩逛吃 TV。 我们现在还是在香港啊，这几天我们走访了好多家的网红的店铺。对，那么今天我就想看看，我们倒不是游客去的地方，看看日常的香港人他们究竟是在吃一些什么便宜的东西。对，对吗？网红店里往往就是说名气在外了嘛，东西可能价格就贵，而且人挤人啊，人挤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就随便路边探访一家，当当当当，富锦清香面家，这一家我们进去试一试，好吧？好，走。这一家主要吃的是什么呀？面哦，牛杂，各种牛杂，牛杂哇。多少年了？十二年了，就在这个地方啊！哇，这个全都是牛杂，就是每天就是这个老汤一直煮，是吗？哇，真厉害！你们几点钟开门啊？早上六点半，开到几点？就是你一个人在这里做啊？要两个啊，一个人肯定吃不消做，是吧？啊，一个师傅十个小时啊，所以要两个人要开20个小时。饭点的时候很多很多人啊，吃饭的时候。谢谢你啊，谢谢谢谢。这家可以，来，好，我们三个人，坐哪边？好，我们就坐这里啊。好，来，等等坐进去吧。哎，这就很香港哎，这里很香港啊，但是哪家不香港？家家香港。你看这个有意思吧？哎，直接就你看，菜单直接就是挂在这个地方的啊，有意思。那我们就拿下来看了。这个地方我一进来，我感觉什么？感觉就是港片里面九龙茶室。哎，对，这种黑帮谈判是吧？就在这里。古惑仔呀，古惑仔呀，让那边坐一坐，这边坐一坐，两桌一看不对眼是吧？啪一拍桌子就外面打斗起来是吧？打斗起来。你我，你哦你，那是东北人。哎，你记得我记得就是我很小的时候，大概高中，对，就高中那个年纪，就我们那边那个时候就是治安不是特别好，就是有这种就是东北的这种感觉，都是黑社会啊，就是你瞅啥，瞅你咋地，哎，就是这种，然后就在夜宵嘛，就是那时候就是夜宵摊，然后夜宵摊里大家在吃饭，吃着，然后我就听到后面砰一声，就啤酒瓶的声音，然后我回头看，然后就是两个人互砸啤酒瓶，就两拨人一桌在吃饭的一个圆桌，然后这个展起来啪砸那个砸这个砸那个啪啪啪啪砸啤酒瓶，砸，然后砸得一塌糊涂，血流满面，就打架打得一塌糊涂，然后互相搀扶着一起去了医院，真的，然后就是对，就比如说我砸了你啤酒瓶，你砸了我啤酒瓶，然后我扶着你，你扶着我，我们就一起去了医院，哇，我都把我看懵了那次，然后好了之后就是不打不相识，反正后来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就是全是东北话嘛，标的就是东北话，那真的是把我看懵了，哦，哎，这里也有上海滋饭团，才20啊，哦，不是滋饭团，是滋饭，滋饭团，哪里没有写饭团啊？你看，哎，真的是滋饭团，这里才20，我们游客去那里买六多少？26，是26吧？26，哦，那也还好，就差了6块钱，就差6块钱。这里东西是也多的，什么也都有啊，鲜鱼片、肠粉啊，什么东西。这里的话物价就亲民一点了啊，稍稍低一点，稍稍亲民一点。但是总体的香港物价还是高，对，我觉得还是高。今天我们还路过，我还没看完呢。你吃饭还是吃粉？我想吃牛杂，牛腩。他问你想吃饭还是吃米粉？我要吃牛杂。牛杂单独也有的。牛腩饭呢、啊？驰名牛腩饭，这种肯定不错的呀，驰名的，驰名上。商标是吧？被评为驰名商标哦，这里什么都有的，南乳凤爪面啊，养颜紫菜面，你应该吃的养颜紫菜面，养颜的，是海水吗？是咸的还是淡的？它的这个牛筋也很好啊，牛筋肯定，我觉得应该再点一份吃吃。一名水饺，一名惊人是吧？这个水饺吃了以后，一鸣惊人，一鸣惊人。我要吃牛腩面还是饭？哪个啊？这个很多人吃的。哪个？西南赌哦，金南赌这么贵的？不要怀疑我们啊，好好
你，金南肚它是没有饭的是吗？没有，就是三个人吃的是吗？不是，就是一盘哦，你看你自己吃哦。啊，几个人可以一起吃是吗？一起吃哦。那就来一份嘛，来一份金南肚，谢谢你啊，给我们推荐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吃什么。选择困难症又犯。对，它主要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。我吃粉。你吃粉啊？嗯。我吃面。啊，金南肚进食，进食的话就是可能不含饭的啊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是菜的意思。猜猜啊。哦，以上可同价转。哎，这个金南肚进食是不是就是不加饭的？不加饭的。啊，就饭我就单点是吗？啊。另外再加什么就加什么，你可以吃粉啊，粉面啊。我要饭。饭很多人吃的。我要饭。你要什么都能。我要饭。我要加紫菜加饭。紫菜汤哦。哦，紫菜汤好。它包在一起的。好。啊，你有什么米饭？啊，有米饭还有这么多？对呀、啊。那我不能，那个不是配白饭的吗？不是，那是一盘小菜的呀，我出给你先看。哦，相当于是个小菜。啊，不用不用，先出给我，那我就先点。来，那我就来一个驰名牛腩饭。这里有牛腩，牛筋牛。哦，这里有牛腩了。啊，你要不要再来牛腩呢？还是咖喱呀、啊？这里面有牛腩，有牛筋。牛腩、牛筋、牛肚、三样。那你搞一个白饭就行了啦。那我是不是就来一个白饭就可以了呢？也可以啊，那他们吃什么呢？他们单独再点了。再点啊，那我就你要不就来个牛腩面吧，没关系，我觉得。啊，那就再来个牛腩饭吧。牛腩饭吧。你吃一份牛腩，再来一份牛腩。他那个牛腩是牛腩面，放在面里面。没有面，那个就是牛腩饭。啊，进食。那个就是进食。进食一盘，然后一个牛腩饭先来，好不好啊？啊，可以可以。加饭，再，然后再怎么叫再叫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的意思就是先来一个进牛。牛腩啊，好，可以先来一个，一个牛腩饭，一个金南肚，三样啊，好，啊，走啦，啥意思？我也没听明白，我感觉的意思是，他先上一个牛腩、牛筋、牛肚的一个没有饭的啊，然后让我们看一下分量有多少，没有，然后他还给我单独来了一个，他说先上那个。他说先上那个，先上两个一起先上啊！哎呀，这不管了，管他呢，别的我们再慢慢看看，别的还有什么东西？我饮料还没点呢，我饮料还没……哦，这里还有健康早餐呢！啊，健康早餐 ，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， 早餐，健康早餐，健康早餐，那正宗上海自饭也……哎，为什么这个自饭要25了呢？刚才那个只要20呢？这个加了正宗啊！哦，这个是正宗，少林正宗，有道理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不对呀、啊，这个也是正宗啊。哎，啊，这个是资饭，那个是资饭团。啊，啥嘛？啊，这个是给你一碗饭，那个是把它捏成团。不对呀、啊，这个也没有团呐、啊，也是上海资饭呐、啊。这个是早上卖的价格、哦。这个可能是配热饮转，配热饮的吧，可能是。哦、那个是套餐。那个是套餐，那个是单点。哦、有道理。哎呀，我们这种全靠自己猜。这个这都是字全部都认识的，就是不懂他什么意思。这杏仁霜又是个啥东西呢？这个感觉像抹在脸上的东西。不，杏仁霜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六个核桃，你喝过吗？杏仁那么应该叫露或汁了，对，它叫霜了。对。啊？啊？这是啥？这是又是啥？这是。这又是啥？这是啥？但是这个牛腩看上去是好像很带劲的样子，这个是什么？啊，这是牛腩饭。哦，牛腩饭套餐、啊、是吗？啊，这一份好多啊！这一份这么大的量啊！哎，拿走拿走。这一份这个量也太大了吧？多少钱这份？49。49，这么大一份牛腩的，我也觉得值得的。对啊。那它还有一个110的，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。那可能是。这是单独点的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们没有啊，他这里一共就寄了两样东西啊，一个110，一个49。餐具在这边。哦，餐具在这边。嗯、哦。都在侧面。哪个的？谢谢。那边那个大哥跟我在说，餐具原来在这里。他以为我们在说，哎，那我们拿手吃吗？互相都听得懂的好吧？啊，真是啊！你以为在泰国讲上海话？对，侬会讲上海话噶？侬会讲吧？你暖，你暖。讲上海话。侬讲上海话。就会这一句。侬讲上海话。侬讲上海话。
南京那句话叫什么？一笔了子。好吃的一笔了子。好吃的一笔了子。那我们就既然先来了，我就先试了啊。嗯、你们过会如果说那个多。多的话，你们就来个百分之几十也是可以的，是吧？紫菜其实我蛮爱吃的。可以是金南肚。哦，金南肚，在这里、哦。那不就来两个白饭不就好了吗？啊。那为什么刚才要这么一个搭配？对不对？其实如果说你说一百一再加上三个白饭，其实也够了啦。对吧？对。其实也是够了啦。那然后我饮料他也没给我点。真的懵的一笔了的，你学的真快，你把我们南京话的精髓都学去了。试一下，试一下。要我们老板杯啊？我要我们老板杯啊？没有。那他如果说是110，这一份我们再背上三个白饭，再背上三个饮料，一个人我估计40块钱也够了。嗯。对吧？差不多40块钱也够了。他这个里面还有那个呢？还有什么？这个是鱼豆腐。嗯，对，鱼豆腐。那你们的白饭，我帮你们再叫一下。哎，帮我们叫个吧。你再叫个白饭。两份白饭。对，你好。再来两份白饭。2个白饭。你要吃奶茶吗？不，你们要吃奶茶吗？你想喝吗？我要喝。港式奶茶。香花奶茶。冻的，是不是？冻的三个。冻的三个。好。2个白饭。2个白饭。吃粉面吗？你吗？我想吃面。不吃还要吃。那么你想吃个什么面？吃得了吗？你酱面呢？它奶茶就9块就可以了。啊，就要面就行了，光面。什么面？啊。你要什么面？片头面好不好啊？好啊，好啊。片头啊。好好好。不要肉，不要肉了。啊，肉就吃这个就好了。美女呢？我叫一个白饭好了，吃啊，吃一个白饭好了。好，谢谢，这个把它挂回去。对，它就相当于就给我一个白面了。是，它是一份片头。是的。啊，鱼片头面。鱼片面。啊，鱼片面。哎，反正吃得饱就很好了。它不是片头，味道都好吃的。好吧，好吧，看它上来是啥样子的。嗯。但我感觉他们有点那个。有点偏过度，那有点偏过度吧，嗯，对啊，这样推销，对啊，香港人的胃口难道都会比我们好？有点推销过度啊，我也觉得有点推销过度，来吃吧。他的这种推销模式非常适合我们俩的实力，相当的合适。对他来说是推销过度，对我们就正好。开始吧，就这样吧。嗯，哦，牛筋很好吃，软烂是吧？嗯，好，那光面吧，9块钱吧。啊，对，他说9块钱吧，光面。然后他说这里，对啊，他这里有啊，对啊，软硬面什么？那他，你好，这一份面多少钱？32。啊，32，那他不是加9块钱的。光面。嗯，不是光面了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对吧？还是蛮希望多推销一点东西，多吃点，但是他一份一份这个样子，那我理解错了，量是很大的，但是量是真的很大。你看，这个是我49块里面的这一份，对啊，对吧？这一份量是足够大的。单独其实这一份我一直在做三份白饭就够了，然后再配个饮料啊。对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是不会浪费的。对，我们肯定能把它吃完的，你放心啊。对，好，谢谢。哦，奶茶来了，热奶茶是吧？对呀。多闻一下。奶茶喝喝，这个味道正不正啊？这是你来正不正？来香港这么多年啊，这么多天，这么多天，你想倚老卖老了是吧？对，喝的第一次香港港式奶茶，好喝。哇，奶茶是好喝，是吧？东西是做的，味道是真的很正的啊。如果各位，如果你们自己来的话，要坚守住自己的底线啊！底线，我也给你们看过了，它一份一份其实是量不小的，每一个人大概点一份套餐足够。每一个人点一份套餐。如果说你说像丹丹这样子，我们一家三口来的话，这样一份再分三份白饭，足够。对，真的是足够。好，啊，还有个饭，对。生光是 TV。我这个饭吃过了，你这个鱼怎么样？这里面是什么？也是鱼豆腐吧？是鱼豆腐，但是它这个鱼豆腐，我感觉它不是买的现成的那种鱼豆腐，是自己做的那种鱼豆腐。自己做的鱼豆腐。哇，这么弹性啊！它是 Q 弹的。给我一块可不可以？可以。那。
难怪这个叫 OK 鱼片头面 OK 吗？片头面，那 O 不 OK 啊？来来来，真的很 OK， 绝对 OK 是吧？尝一尝，来给我一块，给我一块，给我一块，是吧？来来来，哇！哦，弹性很足啊！对啊，它外面这个应该是油煎过的。对，它油这一层是油煎过。哎呀，完了，掉桌上也不能。润滑了吗？润滑了，赶紧尝尝看。尝出了。对吧？很好吃啊！对，它是弹性的那种，很有弹性，很有弹性。特别好吃。不错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牛肚啊。对吧？牛肚，他们汤可能都是同一个汤，同一锅子做出来的。嗯。我就说吧，我就说吧，难不倒我们吧？难不倒我们吧？连我的盘子都被老板娘收走了。对啊，干干净净的。干干净净的，你看。他也制止我们吃了，被他惊呆了。对啊，关键是这个绿色的就算了吧。绿色的肯定是他，真的吃完了。哎，你好，我们买单。买单啊，买单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跟 Danny 的说法一模一样，就这种女版 Danny， 女版，发量比 Danny 多多了，啊，算一下，这种店里吃就是真的是吃的很饱，很饱，真的是能吃的很饱，它跟那种饭店里面这个菜那个菜弄一点，对，一共啊，这是哦244，这哪看得清是二十四。对吧，这个二剪成这个样子 V44， 我以为好244244300了，没有44啊，没有零的，好像就这样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吃饱了，但是吃的确实是有点撑了，真的是有点撑了。撑了。其实我觉得这一份，他给的饭也很多，只要他的量也大。对，其实他中间这一份，我们三个人三碗饭，可能会其实也缺一点，缺一点，其实差不多。但是如果说是按照我们一人单独再来一份，再配着中间这个饭，那是一定吃不下的，一定吃不下的，对吧？绝对吃不下。绝对吃不下了。行了，那这家味道很好，是吧？那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过度推销，但可能是因为看到我们两个的样子，可能躲避了一下。即使这样，我们也探店成功。我们也探店成功。对，大家如果下次来，根据自己的食量来啊，就不要说店员推销什么就是什么。反正今天我也给大家看到了他们的菜食量是很足的。你们如果要吃的话，像我们这样子，一人一份肯定是足够。一个套餐啊，一个套餐肯定足够，保证你饱。我们都能吃饱，别说你们了，对，是吧？行了，那。今天就先到这里，记得给我们点击订阅哦！拜拜拜拜拜拜。